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 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这座进化者设施原本的用途是把战士的人格转化成人工智慧，不过自从因为塔达利姆囚犯引发骚动之后，就关闭了。他的人工智慧侵入我们许多系统，需要你帮忙清除他所造成的损害。 金矿不足。我要启动采集机了，它会替我们快速收集高能瓦斯。原址在哪？我就在哪。原址很难是出发。 安全了，不过那个塔达利姆入侵的相当彻底，所以我必须前往其他安全终端区域继续修复系统。 那个塔达利姆把全像投影的安全部队全数换成他生前对战过的敌人。格雷维格，亚格爪子，敌人正在快速接近。 嘿，他们看起来气坏了。我很快就会前往下个安全终端区，请做好准备。知道，我会看好他。 朝下一座安全终端区前进。 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会转变，我听从。是的，我的镭射钻动机就绪了。开启。进化完成。预设安全协议恢复中，请耐心等候。方部队正朝我这里前进。不足。好多的原址，我遵命。格雷维格恢复了。虚无之母莫瓦会为我的原生族群战斗。 重新控制住一半的系统了，这可不容易。这座抑制光塔原本是很有用的防御设施，现在却在妨碍我，请妥善应付。
被光踏击中时，我的系统会暂时停止运作，遭受攻击，愿意帮个忙吗？会出来吧，人生如虫。对面的塔达利姆改写的系统有四分之三回到我掌控了。抑制光塔停止运作，进入战斗。万物崩溃，虽然屡次受到拦阻，不过这边一切恢复正常。换达克狼了，好多的原子，准备移动，即将前往第三座安全终端区。更多金矿。载具移动中。多的原子。我会有敌人杀，我会夺取原子。很好，其中一个数据核心尚未被那个塔达利姆入侵，如果你能取回那些人格资料，进化者会十分感激你。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盟友进入战斗，开始修复安全资料，需要花上一点时间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需要支援，防御系统开始攻击我了。万物都会转变。侦测到另一座抑制光塔，数据核心危险了，建议立刻采取行动。抑制光塔导致系统工作中断，你成功保护了我的另一名同胞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我们修复工作已经完成一半，那座光塔停止射击了，至少状况好转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你成功救回另一个人格，建议你消灭那座抑制光塔，而且动作要快。太幸运了，储存在这颗数据核心的人格资料全数获救。我的愿做得好，毁掉光塔了，往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忙。进入战斗，金矿不足，你相信吗？修复工作快结束了，小心。进化完成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资料修复完毕，这个安全终端区恢复正常了。
盟友高能瓦斯不足。进化完毕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注意，即将前往下一个地点。目标很弱，但是我的原生族群很强。进化完成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正在移动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在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原址在哪？我就在哪。盟友进入战斗了。是的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想猎杀我们，其实他们才是猎物。我遵命。原址在哪？我开始重组安全系统，需要一点时间。进入战斗。高能瓦斯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那个塔达利姆以为他能消灭我。要不要让对方知道这个想法多天真？敌方启动抑制光塔，那座光塔停止射击了，至少状况好转了。万物都会转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好多的原址，小心原址。我尽最大努力，目前成功夺回一半的系统了。敌方启动抑制光塔。我要夺走。抑制光塔停止运作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小心。数据损毁的区块只剩25%，建议你消灭那座抑制光塔，而且动作要快。是的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，系统完整性验证完毕。这个地点恢复正常了，做得好，毁掉光塔了，往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忙。出发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发现通往最后一座安全终端区的路径，即将出发。进入战斗。继续前进。里面的核心里面有其他人格资料，拜托你赶在敌人之前回收里面的资料。出来吧，人生如虫。进化者的威胁解除了。盟友。
手进入战斗。无法执行这个指令，我们的补给已达到上限。这个人格得以幸存下来，多谢你迅速采取行动。这些战士的人格资料得救了，正在分析损毁的安全资料，请稍后。敌方部队正朝我这里前进。会夺取原址。侦测到另一座抑制光塔。出发。往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忙，建议你消灭那座抑制光塔，而且动作要快。东回转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重新控制住一半的系统了，这可不容易。抑制光塔停止运作。万物东回转变。很好，有序。对方启动了好多座抑制光塔，来的还正是时候。那座光塔停止射击了，至少状况好转了。你相信吗？修复工作快结束了，做得好，毁掉光塔了，往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忙。停止转变。